天正式打鱼的，今天是早上，想试一下打一整天鱼是什么感觉，看能不能来个大丰收。走了，下水了。哪边是石头？还有鱼的，下一潜就走了。中号，对吧？我说打就打吧。哎呦，这什么鱼好可爱呀、啊！这这么可爱的鱼，你怎么下得了水？你也怎么舍得吃它呢？对，下锅的时候，你嚼的时候好嗯，熟的时候你要一定要叫上我。哎呦呦，别放饱了不？好了，碰到。下。好了，好了，什么鱼？什么鱼？我去，底下有鱼多吗？
点。这条鱼可不得了了，这条鱼起码300块钱一斤。哇靠！这个东星啊！东星斑，东星斑。有鱼斤多吧？有，这条鱼起码300块钱。底下有好多鱼。阿鋒，阿鋒，底下有很多鱼。来，拿上去弄出来。要那个吗？放水吗？要放。你们会放吗？会放啊。搁哪里？好，这里是吧？跟它塞里面。